看过我的装备对吧？给你们看一下，先给你们看这个耳塞，绿色的这个叫做仙女座。这个耳塞呢是一个五单元的动铁耳机，高音和中音都非常通透，然后听上去呢就会细节特别丰富。比如说你在听一场交响乐，然后那场交响乐当中哪一个乐师放了一个屁，你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我是时候该入手一款耳机了。耳机是很早之前就喜欢，你对你喜欢的事情都不认真，你还能对什么认真？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无私的去钻研的，可能就是从小的一种性格，就喜欢的东西自己就会去研究，自己去钻研。去看看耳机啊，还有什么播放器啊、音响啊之类的这种数码产品。因为它这个机子会有很多设置，它这种高端机器，所以说呢，我感觉刚才那种设置好像没有把它最好的音质体现出来吧。因为我之前在国内试的这一款同样的配置，这款耳机加这款播放器出来的效果好像和这里还不太一样，我感觉这里没有把它最好的效果调出来。十几岁吧就喜欢听音乐，当时还是那种 Walkman，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音乐，就喜欢研究哪个耳机比较适合自己啊，然后哪个播放器比较适合自己，从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些东西了。你喜欢的东西不管它出来的音质是什么样的，你喜欢它你就可以收藏，然后再者呢就是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音乐的味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现在耳塞嘛，基本分两大类：动圈耳机和动铁耳机。动圈耳机就是传统的通过振膜来振动，通过磁铁来振动发出声音的这种叫做动铁耳机。动圈耳机，它的声音还原度比较高，它的三频衔接比较顺畅。动铁耳机的话，它就是靠磁铁来振动发出声音。玩的耳机都有线，都是耳塞，它就是体积小，但是它的声音特别的洪亮，它的高频非常的通透，然后它的细节把握也非常的准确。听流行的话 ，T8IE 啊、谢兰图啊、最莲花耳机，他们都是近乎动铁耳机的那种强大的解析能力，然后把音乐的每个细节都体现出来，而且它们比较扎实。还有一款是我最近特别用到的，叫做仙女座，它会让你在感受到动铁的那种强大的解析之余，还能感受到这个音乐的连贯性。分离度啊，氛围感啊，三频分离啊，然后很多就是我说出来你可能体验不到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就是真正上耳朵听了是体验到有点懵。黑人问号脸有没有？像这种专业的词语真的是你只有上了耳朵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但其实我觉得像音乐这种东西啊，音质这种东西没有最好，只有适合自己的这种风格，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你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对，像什么解析好不好啊，然后它的什么三频的分离呀、啊，或者说是各种东西，其实再好可能不适合你，那它在你这儿就不是最好。在几年前我就觉得这个耳机不好看，我就考虑不考虑，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还是从声音的本质出发，不管它长成什么样，只要它的音质能够达到我的满足，我就会去收集它。身边的人觉得我是科技控，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性的美。理性有时候并不代表繁琐的数字和缜密的逻辑，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喜欢理性美的人一定是有趣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只要关注摩西先生的云逻辑，转发并评论本条微博的话，我在日本亲手为大家挑选的礼物就等着你哦。